河道右边。倒是蛮凉的，很适合飘成一体。又变了，积年累月的变。这个小小池已经干枯掉了，应该没雨了。现在河道整个变。哎呦，那边还不错，你看看，那不用停那么远嘞，停在那个铁工厂对面走过去就好了，有点远，停错边。大家河道每年都在变，因为常年被冲刷，然后整治，所以它河道现在。不太会固定，到了冬天之后，大致上就成型，所以就有许多缓流地带。现在已经不太会下什么大雨了啦，所以河道也没什么在变，就是怕说一直在挖。现在这个河流都是沉底的，下面有一个缓流区，有没有？哇，之前的那个钓的点已经不见了。换了一个新的钓鱼，他也不知道有没有鱼。这样的我都无过鱼哦。下面满满的阿福，有没有？满满的阿福在打架嘛，好笑的。那这一次，还有金龟呢。还有菜龟呢，丝瓜呢，天然的哦。不错啦，至少溪看起来不会很差，对吧？下面有人在钓，下面那里有人在钓，他一直闪在那边钓。这个场看起来很浅，应该。只剩那个阿福啊，应该还有西哥啊。这不是我要的菜。就地取材啊，既然是阿福场，就用青皮啊。对不对？不要耗呆用粉饵。啊，你用粉饵没办法钓啊，那个水那么流，硬要把浮标定住，那不如去找个缓流。哇，池底很多啊 ，OK 啊，用不完了。
啊，那边有没有池子？啊，那边蓝钓。那边看看。等冬天再过来啊。来这边不适合。